这次连血，本来亚瑟前期能打打优势的，现在优势也打不了，血太多了。本来亚瑟打人就不掉什么血。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亚索打不死别人，但是别人能打死亚索，所以亚索现在就很尴尬。你先给我打死吧。五岁浪迹天涯。我枪，回首往昔，更进一步。他没血 Q， 算了。坏了，记了，为什么？我操，闪现溢过头了，记了记了。哎呀，我这么必单他的，我他妈好脑残啊，溢过头了，傻逼的，哎，想死。记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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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玩不了了玩不了了，别再逃了，心态崩。如遇赴死，易如反掌。绝，他妈连 EQ 都能被别人躲，能玩什么呢？哎，难过。现在换以前的左翼套给他打死，以前少吸了点血，他早就被我 A 死了。没事，我还是可以吊着他的，问题不大。我还是可以吊打他。
之路短得超乎你的想象。稻草人真强啊，他们我还在寻找回家的路。真猛啊，稻草人哥。这什么分段？战士，战士，我操！那我他妈打的这么怂，那我还他妈打的那么怂干嘛？我操！我刚才进的时候没看段位，我当自己号的排位打的，他妈打的太怂了。我刚进的时候没看段位。我再回家抽个装备的。妈，没看弹尾刚才进的时候。那我要开始操作的。拿个头呢，你看，刚想操作。你不帮我就没塔呀，兄弟，不能不来呀，来我怎么办？不能不来呀，兄弟。被针对了，我有连体狗。没事，下波一样杀他。要看补刀，看我虽然被打的这么，虽然被针对的这么惨，我还是补刀很多。看补刀就知道中路对线没输，主要是被人恶心了。那稻草人要恶心都没下路。不来帮我恶心做的。你妈的，出来所以。管我一定要打死你，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快了，一塔没了，等一下吃了。我没有回头路了，我一定要跟，我一定要干死他。
啊，铁蛋打不过奥恩，六。回首往昔，An ally has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 看到没？这是帮下路的下场，下路没有用。要是帮我就不一样了，帮我现在已经杀完杀疯了，我们已经。灭亡之路，短的。我靠，帅！稻草人神。有理解的倒是，这么凶玩。这个故事还没有完结。带中路的感觉伤害高多了，是我的错觉。完，不要杀我，求你们了。哎，我风墙都没按出来，我风墙呢？风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？什么情况？好像按出来我杀完了，怎么？操！什么情况？难道刚才第一时间 CD 没好？
情况，大哥不在你们就敢打。大哥不在你们也要打团，不知道谁是大哥吗？是不是分不清大小啊？不知道谁是大哥是吧？我十四级，跟我哎。愈战愈烈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OK， 我现在巨有钱，十五级，猫咪还不知道该跟谁吗？心里该有点数了吧？永世不忘。什么情况？长路漫漫，唯剑作伴。不虽浪迹天涯，却未一世的。谁打谁打谁打。我让你来看龙啊，我要累死了，我刀要砍断了还不来。
的刀又砍断了。Follow me 好吗？我等你这么高，刷的，刷出来的。在等什么？快点！荣耀没了，第三条荣耀消失了。龙没了，推上去。刷的呀，会刷呀，会刷等级就高。不跟我，不跟我串，推上去。我感觉带中者伤害真的高了好多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封墙放歪了，问题不大。有猫不随便赢，哪边有猫哪边。韧性吧，不过韧性不会被控。哎，带征服者伤害还是高，还不还是后期还是征服者厉害。这伤害根本不是致命节奏能比的。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猫咪的原因，但我感觉伤害高了好多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猫的原因，感觉伤害倍儿高，倍儿有感觉。瞎跑，收集了，我操！我被那个东西收集了，好痛啊！好痛，好痛！被收集了，兄弟。
傻呗。荣誉赴死，易如反掌。傻呗。你的护甲是什么？扛不住这男枪的人。压着艺术的暴击会转换成攻击力，我现在就等于做了二十点攻击力。我不是忘了进化，我是不想交进化，我觉得我不会死。我是不想用进化，我不是忘了，我是单纯的觉得不需要用。我觉得我死不掉，我就不想用。什么时候是那种快一命呜呼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再用？不是不会死，我就不想用，没必要，又不会死，也是那种吃了技能就快死了，受不了了那种。铁男有个 T 啊，应该能打。
把谁关进去了？他把谁关进去了呀？没注意啊。哇，好肉啊！我打不动他，我操。好肉啊！我打不动这个肉，我打不动这个肉，怎么办？还差多少钱？3000块，穷啊！哎，我这个重伤出的有点浪费，没什么用。重伤太浪费了，重伤可以换武器，换武器能打动人吗？食物应该会好一点。我直接，我再上去。不可一处。看这个鲜血屏障替我挡了多少血，兄弟们，16000，挡了16000的血，挡了我好几条命的。还行还行。